6月5日，罗晋在微博晒出一组恶搞照，并附文公哥就是这样去上班的，还拥有最便利快捷的专用停车位。我就想问问，服不服？服不服？在影视剧中英俊帅气的罗晋戏外秒变罗三岁，不得不说真的是可爱，傲娇的眼神完全不受交通工具的影响，似乎到达了目的地，豪车一扔不用锁。网友评论旁烟看了都说服，哈哈，难得能看到罗晋这么一本正经的，搞笑画面也是画风清奇，也不怕把小车车给压坏了，哈哈。也不知道唐嫣看到自家男朋友这么调皮，会不会扶额无奈状啊。